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创业，我当 CEO， 你当 CTO。 我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，还有我的家族优势，是想示威咯？估值是不是应该翻倍了？四倍啊！我这是高科技生意，不是黑社会买卖。你这叫做叛变！他们准备怎么搞我们呀？只要出招了，就不会没有方向了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